玉里镇109年度原住民部落传统文化祭仪活动，也就是俗称的丰年祭，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份陆续的登场。玉里镇公所表示，欢迎大家陆续的能够参与这些相关的大型活动。县长徐正伟也趁着周休二日的假期，是勤跑各部落的丰年祭，希望大家能够共同让部落的文化祭仪活动永续的推广下去。县长徐正伟与族人手牵着手，跟着大人小孩跳着大会舞，并且很熟练的跟着唱。每一场的部落丰年祭都可以看得到县长徐正伟的踪影。玉里镇的原住民族部落传统文化祭活动也陆续展开，县长徐正伟更是趁着六日勤跑各部落与族人同乐。来到吉拉格赛，我想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，而且感觉要回家了。所以呢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的丰年节快乐，还有我们的新年快乐，祝部落所有的马多阿赛，所有的格拉斯，所有的我们的家人族人都能健康平安喜乐，也祝福我们在外的这个子弟啊，这个我们的这个求学就业都能顺风顺水的宏图大展啊，更希望啊我们的麻辣豆给我们一点点雨水，让我们这个我们的灌溉啊都能顺利滋养的大地。徐正伟前往吉拉格赛、金人的麦、普什格等部落参加丰年祭，亲民风格深受乡亲们的爱戴，也受到部落族人的夹道欢迎。他展现亲民魅力，与在场部落乡亲逐一握手致意，以流利的族语向族人打招呼，与乡亲手拉着手跳着传统舞步，祈求祖灵庇佑花莲和境平安，年年大丰收，场面温馨热络。蔡秋龙镇长表示，疫情期间大家还是要共同遵守各项的防疫工作，让大家玩得开心。来到玉里体验各项的农业部落文化，更是希望大家介绍玉里的特色美食以及农特产品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采访报道。